我真的快被我老公气死了，真的是，我最近流量不是不好吗？然后我想让他加入拍视频，然后他不同意，他说就算他穷死饿死，他也不跟我拍视频，他觉得丢人现眼的，他看不上。本来是我想让我儿子配合我拍视频，但是他太小了，就是我们对话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反应不过来。我看人家夫妻俩拍都挺好的，就是斗斗嘴呀，因为大人嘛他就反应比较快，小孩他反应不过来就需要提前排练，这样就很麻烦。我也觉得麻烦，你觉不觉得麻烦吗？麻烦。假如说一次没拍好的话，我们还要拍两次拍三次，拍一次两次拍不好他就发脾气罢工 不拍了。你看我养的花怎么都黄了呀，不知道是天气太热了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，我养的花全部都黄了，我也浇了水的，我在网上查，他们说是缺少营养，我买的那个营养液还没到。现在洗完澡了，准备睡觉了，明天早上我小儿子要回来，我们还要去车站接他，六点钟就要起来吧，然后坐车差不多要一个小时。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，拜拜。